坐在林书豪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红，但是人嘛，难免是有一些这个小糗事的。那么最近爆红的这个林书豪，其实大学生活的时候呢，除了打球、念书之外，他的感情生活到底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呢？也是让很多粉丝非常非常好奇的。事实上林书豪跟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样，都在大学有修过恋爱学分哦，只是好像有点不及格。他的好朋友就爆料说，这个林书豪居然是在情人节当天忘记预约餐厅，更别提呢是准备礼物了。另外他的好友也说，林书豪呢最怕的事情除了碰上这个感情学分之外，就是打针了。有一次呢，林书豪要注射这个流感疫苗，但是一看到这个针头191公分的大男孩，居然是直呼我不要，而且还怕的差点是夺门而出了。